我们家梅姐吃药是最难的。这个是橙子味的，有什么难喝的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苗。我们家完蛋了，梅姐也发烧了，连着发两次了，搞不好也是感染肺炎了。月月这晚上还要去医院打吊针，这可咋整啊？我现在给梅姐搞点退烧药。来，一个小乖乖，来起来，刚刚量了一下，小40度，来起来，把这药喝了，来，差点扫了，来，我要喝水，先喝掉，喝掉，我去拿水给你喝，喝嘛，哎呀，你也拿水给我喝，我先退烧。拿水给我喝，我这样喝不下去。No， 哎呦，我真喝不下去。你知道我不敢，不喜欢吃药，快点，这太黏了。梅姐喝药是最困难的，她比小孩吃药还困难。她每次吃药之前都要喝很多的水。来，我们家梅姐吃药是最难的。这个是橙子味的，有什么难喝的？橙子味的退烧药你也觉得难喝？我的个乖乖，你喝个退烧药你要喝一碗水，这下午怎么整？你这样发烧只能我自己带他去医院了。把冰冰贴贴上。我不贴。贴呢，就是要降温，小孩都能贴，你不贴啊？哎呀妈呀，好凉啊。哎呦，贴心小棉袄。现在我不光要送欣欣上学，我还要照顾月月去医院打点滴，还要照顾梅姐发烧，加油，奥利给！